来，我会讲到重点。你看主细微的，我得讲好。来，我们全部都不予回应了，我们全部做爱心公益。那你看，今天他又跑去，我要讲就是说，当今天疫情那么严峻的时期了，你懂吗？代志是大的讲好啊，的麦哥延续落去啊，浪费社会资源。光坦白话，屏风做龙要创啥？新风做龙要创啥？靠什么意义？蹭热度不是这样蹭的嘛？阿姐可以人家给要创啥？去那边打个卡，留个念，没有意义啦，好不好？在这个五月五号哦，运动场的这个制约啦，哦，这个是确定是取消了哦。那这件事情在几位这些哦，我们这些老哥哦，这些哥哥长辈的哦，他们这些的关心之下，那目前哦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哦。好，OK， 等一下哦，我们到桃园体育场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桃园体育场，来，五月五号下午六点，五月五号下午六点。我如期赴约了，那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不会下车，我不会下车，因为我不希望造成社会负担跟防疫的破口。这两天因为较无闲，哦，我囝一个在发烧，哦，所以说我会去顾小朋友，哦，这几天比较忙。来，如期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我今天去做爱心做公益，刚刚到三重去，哦，那去跟这个。哦，蔡清泰泰哥，我们一起去这个清寒家庭跟低收入户哈，我们挨家挨户的哈，来去做这个爱心公益哈。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，哦，今天来呼吁这个重点的重点在于，从四月三十号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不要再回应这些问题。哦，你去威刚追歌王，哦，水果王，对不啦？因大家都要变变球。你们去看一下这几天有大律师、名律师，你们去看一下他们 YT 嘛。来，我会讲到重点。你看主细微的，我就讲好。来，我们全部都不予回应了，我们全部做爱心公益。那你看，今天他又跑去第一个，今天浪费社会资源，哦，兴风作浪，再来。今天他又去，你看，让这些警官大人那么辛苦。我讲句实在话，你这样的做法到底用意在哪里？我要讲就是说，当今天疫情那么严峻的时期了，你懂吗？代志是大的讲好啊，等麦哥延续落去啊，浪费社会资源。光坦白话，屏风做龙要创啥？新风做龙要创啥？靠什么意义？蹭热度不是这样蹭的嘛？我一直在讲，代志甲遮，你本来就爱打工嘛，你不应该今仔日很主席讲好的物件，又搁伫遐兴风作浪，啊，坐客人家给要创啥？去那边打个卡，留个念，没有意义啦，好不好？